好低风险的我，好高风险的你，豁命的惊喜，我最爱香港地。餐厅系啲的我，跟普十问睇戏，快点通关，武汉关都会死。有你放过我，一条轮地，打金丝一地和我一起。为了武汉肺炎，快去入地，敢于一死证明也算可喜。来到港不需打针的我，不需玩三加四，不需于房中旅隔离，南亚都即刻申请一个，街旅自由走过，低风险的祖国，并没病毒要处理。好想打针的我，不想打针的你，武汉的体质有武功不会死。这消息很可笑，几多狗也想要，爱惜身体，这类风险最大。你咪再劝我，带我啤啤，等你不出奇，陪你一起，你冇豁免也能约打火气。来到港不需打针的我，不需玩三加四，不需于房中旅隔离，南亚都即刻申请一个，街旅自由走过，低风险的祖国，并没病毒要处理，是外国没抗拒。南亚都不想翻翻深圳，周街我吃粉粉，不想年年足播，病毒没办法处理。不需打针的我，不需玩三加四，不需于荒村里隔离，南亚都即刻申请一个，街旅自由走过，低风险的祖国，并没病毒要处理。Why me? Why you? Why you?